OK，这个是米的那个腿呀，然后左边那个腿呢，也是连去刚刚这条线这一边，有点弯的。 Sorry， 这边要细一点，下面会比较细，上面会比较肥。OK， 一二，然后第三条腿呢也是一样，这边刚刚我们是画圆的嘛，你就圆圆下来，粘起来就好。One, two, three。 然后圆圈我们擦掉，下面的圆擦掉。弟弟呢？弟弟下面这些哦，你是不是很窄了啊？你要擦掉这些线条去的，它是肥肥的上面，就是它不是粘起来的啊，擦掉上面去罢了。OK， 然后我们现在来再做多一个腿在前面呢，好像在say hello 这样子的，在前面这边。 看啦，我们画一个圆形，前面抓着的，然后这边是他的腿，所以是有四条腿呢，它是比较明显的 ，one two three four。然后记得 Octopus 哦，我们不是有下面那些圆圈的，你这边再加多一条线给他，然后下面的话。 比较大力的圆半圆圈，在下面，在那个腿的下面，那它这个呢，就是给它粘着那个周围环境的，它可以 stick on the rock， 这个还有粘性的 octopus。 然后这三个在下面的腿呢，你也是再加多一条线给它，在那线上里面加线，然后也是加那个半圆圈给它。Octopus。 这两个腿呢，已经有了圆圈，然后这两个也是要加。来看这边，看清楚这边先。刚刚我们尖尖这一边呢，你就尖尖出来，然后粘去下面，也是加圆圈。 OK， 然后我们再加这个后面这个，也是一样，加多一条线给它。 One, two, three, four.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这三条腿的空间呢，我们再加多两条腿给他，在这两个的正中间
上面呢是比较粗的，然后下面会比较细上去。Yes, Karina。这样可以吗？啊，可以。你这边加，这两条腿的中间加，然后这两条腿的中间也是加。上面比较粗，下面比较细，这边变粗然后细，是一样，加多一条线，然后加那些圆圈给它。一个圆，Joanne 可以吗 ？Joanne， 这两个中间加，所以他会看到一。二三四五六六条腿，最后这一个呢也加一条线，可是它的这个圆圈半圆圈呢没有向去右边了啊，我把它向去左边。prep 在这边先，就是在他的手上面，他站在他的手上面啊。Okay, 我们画他的身体 ，crab 的身体，这个是 crab 的身体，然后他的眼睛呢在身体上。然后笑笑。他身体，你就可以画他的脚在下面了。然后他是不是还欠两只手啊？那个可以夹人那个手，如果夹到人很痛很痛的。一个在左眼睛的左侧，一直在眼睛的右侧，这个是很蛮大的啊，它拿来夹东西的。因为这只螃蟹呢，这个 crab 它是望着这个 octopus 嘛，所以它们两个的眼睛，这个。螃蟹的眼睛是向右边的这个黑眼珠这边，这一只呢，现在我们来画它的五官啊。还记得五官老师教你怎样画吗？画了一个中间线先，就是这个我的头嘛，我的中间线在这边。这个中间线的左边有眼睛，左侧，然后右侧也是有眼睛。然后这个中间线的正中间就是他们的嘴巴，你看它嘴巴是在眼睛的同一排上啊，不要画到太低，嘴巴不要画到太低，在眼睛的正中间这边。然后它是看着这一只螃蟹的，它的黑眼珠。然后画它有眼眉毛，这样子中间线我们就可以擦掉了。这个中间线是辅助我们画在正中间的。擦掉之后，你可以，如果你喜欢它是 girl， 你可以给它有腮红；你要给它 boy， 你就不用放这个。然后啊，弟弟，你们全部人，你要他戴的帽子是什么帽子？你自己喜欢，你可以是给他戴那个 cap 的帽子， OK， 你可以戴这种帽子。你不喜欢这一种帽子呢，你可以穿 cowboy 的帽子，或者是水手的帽子也是可以的。OK， 我画一个 cowboy 帽子给他。
和一个 cowboy 帽子也是可以。或者你不喜欢 cowboy 帽子，还有什么帽子可以换？或者你喜欢给他是 birthday party 的帽子也是可以。这个是 birthday party 的帽子。也是可以，你自己喜欢啊，这个帽子。然后它的头上面呢，你加一点点圆圈给它，有大有小的圆圈。有很多帽子可以换啊，你可以换 cooking 帽子。 cooking 帽子怎样换？圆圈圆圈圆圈，然后下面粘起来，这个就是 cooking 帽子，可以画在这一边。这个每一位同学画出来都不一样啊，你们自己喜欢加什么帽子给他。OK，Octopus 完成了，我们来加一点背景。背景也是自己喜欢，你要加圆形的，圆形的鱼，比较简单的。圆形一般是眼睛，嘴巴是一个 love 形，然后它有尾巴，这个是圆形的鱼。比较简单的，如果你要画 Nemo fish， 你就画。老师，嗯，什么？我还没好。你还没好啊？我等你一下啊。OK， 你画了他的帽子先。老师，什么？什么啊，可丽娜？我没听懂。啊，那个鱼有爬进海洋是吗？可以呀、啊。你要加那个 turtle tortoise 也是可以的，你喜欢。背景怎么画那个 turtles？ turtle 你要画 turtles 啊。 OK， 来老师教你，它是游着过来嘛，对不对？这样子我们给它大一点，可能我们画纸没有那么大，没有看到完也没关系的。我们画了它的乌龟壳先，乌龟壳，然后这样子一半嘛，下面这边呢给它有它的头，然后这边因为它在游泳，他的手跑出来，另外一边的手了，我们没有看到了啊，可能有一点尾巴，头眼睛，然后他的壳呢，你就加一点那个条纹给他。这样子游着过来也是可以。另外一边的手我们没有看到啊。还有什么鱼可以加？有一些鱼好像 snake 这样子的、啊、有看过吗？好像 snake 这样子的鱼，就是那个 eel。 对啦，嗯，你可以画那个他游泳。老师，什么、我们怎么画那个turtle 的那个背后那个 shell 那个东西？诶，这个咯，你画了一个椭圆形是不是？你上面你画好像有四方格，四方格这样子就好了，就是这个来的，那个 turtle 的 shell。 如果你要画鲨鱼呢，鲨鱼也可以画。哦，怎么画那个鲨鱼？嗯， OK， 这边背景你们自己喜欢啊。如果你有空位呢，你就可以加 bubble 下去，加一点 bubble，有 big 有 small 就好了。如果你们要有一群海底世界，不是有一群鱼啊，一 group 的鱼在那边游泳的，你也是可以画。
可是那些一 group 的鱼呢，不要画到太明显的，就是不用这么 detail 的，远远它有一群一样的鱼在后面游过就好，有 big 有 small 的，这个是背景，他们在后面的。这个背景的你自己喜欢吗？老师，嗯，我们去画那个西口路吗？可以呀、啊，你画。但是我们要怎么画？西口路是什么来的 ？Seahorse 那种啊？不是，那些藏在那些那个。藏在那些石头的、啊。不是那些很像草这样的那些。哦、oh, ，OK， 你可以画这样子。它就一条线啊，这个是海草来的，海草。可以弄在地上的吗？可以啊，哎，这边就是地上啊，旁边可能旁边有石头，它就有那个海草跑出来咯，这边两片海草。然后前面呢，老师想画那个它是站就是它是站在那个沙堆里面啊，沙堆里面会有什么呢？会有 seashell。老师。什么？弟弟。你可以放那个 shell 吗？可以啊，我们放 shell 啊，你可以放 starfish 或者 shell。OK， 我画一个大一点的 shell 在这边先啊，你看这边，这个最简单的，好像画山啊 tree 这样子，然后左边、右边比较大，然后中间呢你就 M W W W， 你画这个比较简单的 shell 也可以，或者比较复杂的呢，复杂一点的 shell 啊，弟弟你看圆圈。然后后面呢，你就加一粒一粒，然后越来越尖，画这种 shell 也是可以。还有可能有 starfish， 画一个 starfish。starfish。然后 starfish 后面可能也是有那个。海草啊，好像陆地的草这样，可是呢它会比较弯来弯去，因为有水嘛，它是在水面上。这个是 沙堆来的，可以画多多 shell， 这一种 shell 里面哦，你可以加它有那个 pearl 的，有珍珠在里面，珍珠开了，因为它开了，所以珍珠就看到了。这个是 pearl， 想想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画啊？如果这边只有一只那个 crab， 你觉得它很单调，你可以这边再加多一只 crab 给它的，就它是藏在 octopus 的脚后面。看到它一般不了，这个也是 crab， 它在看这上面的 octopus 文化。这样子也是可以，你自己加多多东西，加满满给它。弟弟，还有什么海底的东西你要加什么？ Anything else？ 老师，嗯，所以你要加什么？那个 prawn。哦、oh, ，prawn 也是可以呀、啊、，prawn。OK。那个 fish food。啊，画一个 prawn。prawn 会画吗 ，Joanne？ 我们可以画它的头先，它是尖尖的嘛，对不对呀、啊？尖尖的这边。然后它身体是弯的，然后它尾巴，然后它是一层一层，或者 lobster 也是可以的 ，lobster， 它有很尖很长的脚的 ，lobster 也是可以，这个是 prawn。
没有，刚才老师讲那个 seahorse， 会不会画 seahorse？ Seahorse 很简单的，画了它的嘴巴先，你看啊，圆圈嘴巴，然后接比较长的，这个是给它有 bubble 跑出来咯，这是嘴巴来的。然后它的头呢，你画一个圆形，它肚子也是圆肥肥，然后下面呢就有它那个尾巴，然后粘去那个头那边，这边是这样子的，好像有一个肚腩这样，眼睛。然后它后面呢，它怎样游呢？它有这个的，这个是 seahorse。所以我们画涂帽子先，看你们的帽子是什么款式的。我这个是那个 birthday 帽啊。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whatever color 我们的？对呀、啊、，whatever color 啊。这个也是 whatever color， 因为每个人画这个都不同啊。如果你跟住我呢是 birthday 帽，你可以跟着老师的颜色；如果你是画其他那个 cap 帽啊，或者是 cowboy 帽子啊，你们自己涂你们自己喜欢的颜色啊。我给我这个 birthday 帽是 yellow and green。我这个帽子是 yellow and green。 Karina， 你们知道吗？米色、对啦，很好 Karina， 就是一点点 orange， 然后一点点 white color 穿下去，它就变很浅很浅的米色。弟弟记得啊，一点点 orange， 然后多多白。我们这个米色是涂在哪里呢？涂在有光线的地方。你看这边先啊，有光线的地方，你看老师涂，就是这个角的左上角，给涂一次就好，下面不用涂的。还有哪里呢？还有就是在眼睛这个头这边的左上角，不要涂到眼睛，小心。涂到眉毛没关系，因为眉毛是黑色，因为这边我老师要白嘛，所以我们不要涂到的。只是这一边是米色。老师，嗯，这个啊，这个 Octopus 啊，你要什么 color 呢？不可以涂到太深的哦。purple 啊，这是 purple color， purple color 是可以。来看还有哪里是这个颜色先，就是老师来什么、啊、我们可以嗯我们可以涂那个黑暗的颜色，因为我们可以啊。你不要这个颜色是吗可丽娜？我还在弄那个颜色。 OK，自己调了先。还有哪里是这个米色呢？不要浪费这个颜色，就是这个圆圈呐、啊。刚刚我们画的，在它头部上面的圆圈，也是用这个米色来涂先。其他地方呢，我们用橙色和红色来 finish 的，可是要等这个米色干了先来。米色呢，还有涂在刚刚我们画椭圆形的地方，那个角那一边。这全部都是米色的。很均匀的涂完米色先。
弟弟，这个 Octopus 哦，如果我们全部都涂成红色会比较统一，你其他东西可以 whatever color， 可是这个 Octopus 呢一定要米色，米成红色的。还有这边不要忘记啊，也是米色。给点时间，你们涂完米色先。OK， 来，我们来涂他的身体了，涂他美美先。现在你用橙色，橙色就直接用橙，不需要用白呀。你看，老师是用橙色，放去调色盘，因为它蛮大的空间，所以你可以调多一点颜色出来先。然后我们来涂完其他地方去，就是刚刚老师留白的地方。要比较重一点啊，要深过刚刚那个米色的。刚刚涂米色的地方呢，尽量不要涂到它，眼睛也不要涂到。老师的手法啊，就是涂一次就好了，不要重复涂来涂去同一个地方的，那个涂画纸会破洞，然后越放越多颜色，越挤越多水就不好看了。涂一次有了颜色就走，不要重复。刚刚我们涂了米色的那些，它那个纹。一个圆圈圆圈的纹呢，不要涂到，给它留回色米色。慢慢小心涂，不要涂到刚刚的米色。记得你抓笔的时候呢是拿着的，抓着折你的笔。你看老师啊，涂一次就走，涂一次有了颜色就
的。同一个地方，不要重复。老师。Yes， Karina。Karina， 你讲大声一点，因为老师这边下大雨哦，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讲什么？我不是 Karina。哦，你不是 Karina， 你是谁？弟弟。弟弟是什么？给我看你的。给我看先。Okay. 哦，你要 purple 的。OK， 可以。Let me try 先。Let me try 啊。等它 dry 了之后呢？这些刚刚这些圆圈啊，弟弟，你要用你的 purple 加一点 blue color， 给它深一点。等一下老师加给你看啊。等老师涂完这个它的层次先。我涂完了，来弟弟，你也是涂完了 purple 的。现在呀，你用你的 purple 加 blue， 深一点的颜色，可以吗？啊，大，你看，来，我这个是 purple， 然后加 dark blue， 变了很深很深。然后呢，你就涂在这些刚刚你画圆圈的地方。可是老师不可以涂这个色，因为老师不是 purple color 吗？老师是 orange， 所以现在我是用 orange 掺 red。如果你和老师一样是涂这个颜色的，你就 orange 掺 red color， 然后用比较细的毛笔呢，我们来涂刚刚我讲可以粘在地上的比较有粘性的它那个皮肤，这个椭圆形这些地方全部涂深的颜色。你要那个刚刚那个 peach color干到很透了，你才可以加这个色啊，要不然它会渲染开来就不好看了。OK， 换下水吗？啊，可以，你的水肮脏就换水。换了水记得涂这个啊 ，purple 加 blue 的弟弟。讲过一次啊，我现在用这个颜色是 orange 加 red。全部椭圆形，我们上完色先。颜色最深的啊，是画在帽子的下面画一条线线，还有哪里呢？直接用红色也是可以，在整个 octopus 的右边也是画一个比较粗的边，比较粗啊，不要只是画一条线的，要粗一点，画在右边，还有哪里呢？全部。全部刚刚我们涂了 orange color 的。
画粗一点啊？什么？啊，我们用那个plastic 那个吧，那个是什么颜色？哪一个？这个？啊，这个是 red 来的 red。这是 dark red 还是 deep red？ Dark red。你看这个大瑞达是很粗的，画一条线下来，这个要比较深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后面的，这个条腿和这一条腿是在后面，所以你要给它暗一点，就给它深一点，给它放去后面的。下下再加深啊！老师，什么？我可以去厕所。OK。来 ，Karina 弟弟，他的眼睛啊，这个黑色那边，我们用 pink color 有 pink 吗？没有拼，你就用红掺外，用拼开了，我们涂一个圆圈在那个黑眼珠下面先拼开了。还有弟弟，你那个腮红也是用拼开了。眼睛的左边与右边啊，腮红啊。我说眼睛其实，我皮肤那个眼睛啊。它这个只是一部分而已，这个拼其实我们是要用。Joanne， 你可以用你的笔了，因为我们已经涂完了上面，我们没有再用水去涂它，所以你现在可以用你的阿莱笔，不防水也没关系，可以用你的阿莱笔啊。我画眉笔他的眼睛先，就白色的地方不要涂到。看啊，白色的地方不要涂到。我们是涂黑色的，可以用你的阿莱笔这样子涂。弟弟也是，弟弟用阿莱笔来涂黑他，那个黑眼珠那边。OK。弟弟要慢慢啊，要 slowly 美美的，不要涂出线，画了圆圈才来涂里面。眉毛，还有哪里呢？嘴巴，嘴巴只有他的牙齿，我们不要涂到它是 white， 然后还有他的那个汤舌头不要涂，因为它是红色，然后里面都是黑色。可以green，这样我也是我因为背景我们是那个海底嘛，我们已经是 blue color 了，这样我这个我给它 blue 和 purple， 我们涂了浅 blue color 先，在物体的右上方，
是一点点 blue。老师，什么？我可以用 dark green 和 light green 吗？可以呀、啊、，light green 和 dark green 啊 ，light green 先。然后下面我给它有一点 purple color。你看老师有 mix 两个 color 啊，如果你要light green 和 dark green 呢，这些螃蟹我给它 dark green 和 light green。 Karina 好像你那个这样啊，你就用 light green 先在上面一点点，不要太浓的颜色，我给 light green， 然后快快你就去加你的 dark green 在下面。它具有 two color 了，我那个我喜欢红色，嗯，我是那个 watercolor， whatever color 你喜欢的，你可以 brown color 也可以。然后我的 starfish 呢，我喜欢它是 yellow， 我给它 light yellow 就好。我没有用 starfish， 上次什么 Karina？ 我给它玩 starfish， 可以。对，我可能好多 color。嗯，要给它 colorful 一点的。你们自己喜欢什么颜色自己选择。弟弟我问你，这个好像是那个 fish， 它是什么 color？ 它是黑色。黑色哦，就会很黑，我们用它 gray 就好。 gray 记得是怎样擦吗？ gray 是 black and white。 对了，一点点 black 放去调色盘，black 要少少啦，然后多多 white color， 它就变 gray color 了。我还知道怎么调 gray。嗯。我给它是 gray color， 不要完全是 black。我没有画那个 U。你没有画 U 啊 ？OK。Karina， 你有画 Dotis 吗？有。有是什么 color？ 你要 green。要 green 啊 ？OK。我们不要用太浅的 green， 我们用 olive green。你有 olive green 吗？因为上次我们没有 olive green 啊。green 是哪一个？啊，你没有 olive green， 我们要自己掺的，还记得吗 ？olive green 是 light green 掺。Yellow ochre， 它就是 olive green。我不知道怎么叫 yellow ochre。Light green， 有 light green 吗？浅青色和 yellow ochre 泥土黄，你掺出来它就是 olive green 了。如果你没有啦，我没有 olive green， 没有 olive green 自己 mix 出来的 light green 和 yellow ochre。问姐姐哪一个是 yellow ochre？
light green 和 yellow occur， 它就会变成这个颜色，就是 olive green。这样子，它的皮肤是什么色呢？我给它一点点 brown， 就浅浅的 brown 啊。Light green 和老师讲，这个色是 olive green。对啦，那姐姐猜对了，嗯，猜对了，姐姐给一点弟弟涂涂他的 dotties。Joanne 呢 ？Joanne 可以猜到吗？那个 olive green 可以啊 ，OK。很浅的 brown 罢了， light brown 啊，稍稍 brown 就好。可以呀、啊，有人画 seahorse 吗？弟弟，我看到你有画一个肥肥的 seahorse 的，你什么 color？、啊、你要涂什么 color？、啊、这边你有什么颜色是没有用过的吗 ？Green。Green 啊 ，OK， 你涂 green 啊。这样子我也是涂 green。我就用那个 light green。嗯，用 light green 先，对。老师。Yes。我有弄 seahorse 颜色，但是我是弄，我已经弄了 green。OK， 可以。我就可以弄它红色吗？可以啊，弄其他颜色，不要重颜色，不要重复的。姐姐弄了两个 seahorse。姐姐有两个 seahorse、啊。你看我的 seahorse， 我是有 light green 和 dark green。我的 seahorse 很像一个恐龙。恐龙 seahorse？ 很像那个，是 animal 吧？恐龙是吧 ？T-Rex。啊？有一个很像一个 spongebob。你有去看 Jurassic 吗？有，但是很一点点 scary。有点 scary 啊！但是那些 Jurassic World 都没有 scary， 但是那些人是 made， 全部东西是 made out of Lego。嗯。Not even scary。嗯。什么 scary 给我？OK， 你看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涂先？我们还有 shell， 两只 shell， 还有老师还有一个 prawn， 还有这个 shell 里面有 pearl 的。我涂那个 pearl 先啊，我的 pearl 呢是 white 的，可是它只是 white color 是不好看，我给它一点点 purple， 然后掺去 white 那边，就是它的 pearl 的颜色。
然后它的 shell 呢，你也是 whatever color， 你自己喜欢的 whatever color， 它的 shell。老师。什么 ，Karina？ 我可以去换水吗 ？OK。弟弟，你喜欢 shell 什么 color？ 快点讲。那个 peach color。Peach color，OK、okay。那个 purple 是用 pencil color in 的。我是给他 white color 哦。white color。嗯。no， 我要用那个 pencil color in， 是吗？你给他一点点掺去 white 那边哦。然后我这个校色你要的 peach color 来的。我的 white。要 mix 的，我的 white 已经 mix 了，不用 color， 只是要我要选什么 white 的。mix 了 color 的 white 就不 white 了，对不对？ Well, what's not like a white？ 我还有两个 shell， 我 whatever color 啊，自己喜欢啊。我给它是 purple 啦，这个。这个长长的 shell， 然后这个 shell 是 orange， light orange with dark orange。Joanne， 记得掺两个颜色啊。就是你看这个小小的 crab 是有两个 color 的，就是有 light green 和 dark green， 然后这一只呢就是 light blue 和 purple。 嗯，你喜欢就是你图画里面你没有用的颜色你就涂咯，好像我很少用 yellow 我就涂 yellow， 很少用 purple 就用 purple。 还有最后一个那个 prawn 啊， prawn 我也是给它米色就好了。哎，米色不要不要不要，还没有煮熟是什么颜色啊？ prawn 还没有煮熟色，有一点green， orange 不是煮熟了吗？我们用蓝色。蓝色或者是 green 也可以。我要peach。你要给它 peach color 啊？可是你的 shell 已经 peach 了，我弟弟。老师。什么主人 ？red 呢？啊，也可以。你看你周围的东西，如果太多 red color， 你就 change 哦，就换其他颜色的，不要重复。黑色，我不是，我是给它 olive green。选颜色的不一定要跟着老师的，可以 change 它的。马上我们有什么时候？
来，我们涂完了全部东西呢，下面老师讲这边是沙堆来的，沙堆我们用 yellow ochre 就好了啊。Yellow ochre， 弟弟用 yellow ochre 涂完全部沙堆先。然后你涂的时候要小心，不可以涂到那些 starfish、prawn 还有 shell。嗯，老师。什么？老师，那个沙堆是什么颜色 ？Yellow ochre。yellow ochre 就好了。Karina 要 careful 啊，涂的时候。一条线啊，也是可以啊，你有这样子高出来可以，平平的也可以，总之是 yellow ochre 就好了。因为我们后面呢，后面我们涂 light blue 给它那个水。全部空隙的地方都是沙堆，就是涂 yellow ochre。音瑞有没有问题呀？可以跟到吗？OK。Light blue 涂背景，这个图画纸呢可以转的，就你涂到哪里迁就你自己的手，涂到那个海草没关系，因为海草是 dark green， 等一下可以盖我们的 light blue。 涂完全部背景先，移动你自己的图画纸，迁就你自己的手，觉得哪里比较适合你涂的，你就转你的图画纸就好了。哎，记得转动你的图画纸。还有那些 small fish 也是不要理它，涂那个 light blue 给它先，不用留白的那个鱼，给它是 light blue 全部涂完。然后到了那些 tortoise 啊，还有那些 crab 的旁边呢，你就要小心，不要涂到它。你看啊，我用的这个 blue 是非常的浅的，水分很多，颜色很少。
是一样，涂一次就走，不要涂来涂去同一个地方，有了颜色就可以走。运用你这笔，到这边，那个草割到它没关系啊？什么？就是那个灰 light blue 啊 ，light blue 来的，老师用这个是最浅的 blue， 然后放多一点水，你涂下去它是非常的淡的颜色的。可以，你涂出来这样子的蓝色就好了。OK， 老师已经完成了，等它干一点先，干一点我们才来加它的 bubble 小鱼，还有它的那个海草。我没有弄海草。没有，你刚刚没有画出来哦，等一下也可以用那个水彩深青色加出来的，等一下我加给你看，等它干一点先来、啊、给它 dry 一点先。